惊不惊喜啊？什么叫我怎么来了呢？这个问题问的，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啊。陈年。啊。 我得继续写了，马上要交书稿。陈年，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你不跟我说一句节日快乐，送我个礼物什么的？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过这种节日啊？快下雨了，早点回去吧。 跟你开玩笑的，当真就没劲了。 先走了啊！小心点啊，花带走吧，没地儿摆。你绕路是吧？不停车！哎呦我的天！啊！我回家！啊！都给差评们带的！ 收到了，方便我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不方便。一个小问题吧，小姐，您32岁对吗？请问花是谁送你的？男友、老公和朋友？我自己送给我自己的，不行吗？麻烦你们把这个选项给我加上。莫名其妙。我一定投诉你。 怎么了？宁宁，你行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挡着路干嘛？ 姐，你要不先和我打一把伞吧？谢谢啊，没事。喂，妈。啊，那个林也接到我了，我们打算吃饭呢。对对对，安顿好了打给你啊，拜拜。也不知道这单妈都知不知道，80%报平安的话都是假的。 怎么了？我还没到家呢。你以后别来了。啊？我们分开吧。晚安，陈念。晚安。
见了，但我今天特别忙，所以我就忘给您回了。随行就是，涨2000。别啊，姐，我这每分钱都是算好的，你突然给我涨2000，我肯定吃不消啊。不行，你就换个地儿住呗。啊，不，搬家更麻烦，我不搬，我明天把钱转您，好吧？别明儿个了，今天就转吧。好。陈先生，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小白啊。对，上次咱们见过。啊，这不现在限价吗？要不然开盘价怎么会这么低？我告诉您，到手就涨。我哪有什么工作安排呀？我的工作是跟着您的时间安排的。爸，你到了吗？啊，我往那开呢。每次说让你们多住几天，非得当天往返，多折腾啊！中间车道有事故。好，我开车呢，挂了。您要慢走。在家训练时，周围要有人，一定要慢。你的钱收到了，月供好几千，你会不会压力太大呀？没事儿。比北京便宜多了。你妈呀，背地里老跟我闹脾气，说拖累了你。我们知道，你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。谁容易啊？我妈只要好好的恢复锻炼，就是帮了我的忙了。爸爸，您可一定要监督我妈啊。小脑供给失调这病没有特效药。他现在连走路都摇摇摆摆的，你妈利索了一辈子，现在成这样，心里憋屈。他还老惦记着你结婚的事。行啊，谁能背动我妈，我就跟谁结婚。关键人家愿意吗？哟，怎么样，医生？我来，情况不错。回去继续锻炼就行。哎，谢谢你啊！谢谢啊！谢谢。慢点啊！您别扶我妈呀，让她自己过来。慢点。哎，好。哎，这。别让着自己，自己。哎呦，头好，哎，先迈腿，先坐屁股。好嘞，可别着急吧，来得及啊。哎，上车给我来信啊。哎，你回去吧。妈，
回家应该干什么呀？锻炼。真乖，上车给我发微信啊，爸爸。哎，行，你回去吧。一路平安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哎，哎呦呵，打招呼，孩子跟你打招呼呢，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业绩这么差，你尴尬吗？我准备把重药调去冯晶晶那里，好钢得用在刀刃上。那可不行，这重药我刚要带出来，你把我也并过去得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还不是为了维护你那点自尊心。小白，咱们现在是做楼盘，跟做出版卖书不一样了。你这转行也一年多了，还不适应？你看看人冯金金，你看看，你也三十多岁的人了。三十多岁怎么了？人道毁灭啊！啊，所有卖楼的人都得像冯金金那样，哥姐搂胳膊抱大腿的 ，low 不 low 啊 ？low 不 low 看业绩，清高的事儿你做不好，接地气儿的办法您又玩不转，你真以为很多事儿是你看不惯吗？是你做不到。再说了，你妈妈怎么办？啊，她还能指望谁？是我也没什么好你爸的。你给我点时间把我赶上。那就好。哇，我赶紧给客户打电话。好好好，哎，那您先忙。对，您要来看房，随时约我，我都在。姐姐吗？你住这儿啊？这里是租房子吗？换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地毯穿着鞋不能上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是你的房间。你前面那位呢？逃离北上广了。走之前说他在北京奋斗了三年都没有他爸一个电话好使，你可挺住了啊！挺着，必须得挺着。我这个人呢，脾气比较急，忍耐力又差，事儿还多，所以你啊，我观察三天，不合适就搬，月租2000，押一付三，啊！哎，书架上面东西不能动，你住不住？住！姐，我看你那挂着二胡，你看我也背着二胡来的，好巧呀！
别叫我姐，说了好几遍了。那我叫啥？叫房东。北京这地儿房东最牛了。房东姐。我这种刚来北京的人有什么建议吗？建议就是别人没跟你聊天的时候别聊。像是那种财不外露、直奔主题的，我知道了，介绍楼王给他。这种年纪买房肯定投资啊，听需求就好。看对面那个带女生来，那女生一直说不要不要那个，说不要的女生最容易得到男人的礼物。女人说不要就是要，你可千万别找这种女朋友。嗨，快看，对面小屋里那俩，像不像那种谈恋爱十年，肯定特别挑剔，但也是刚需，成交率反而高。推三局，爱情甜蜜，结婚生子，一步到位。行啊你，出师了。是啊，嗯。那行。好嘞。不来了。嗯。坐下。你坐下呀。坐。你今儿给我负责把这一桌子菜都吃了。谁知道那些人都是冯晶晶的托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钟阳，你知道什么叫拼命吗？拼命，拼的是什么？命！首先你得有那个命，你才能拼啊！我的妈呀，咱俩这命一个比一个够呛。不是，酒还能退呢？退个屁退！没找着人啊？我一边能赚钱，我还能找人，我两全其美。你管我？我不管你，你只要能给我交上房租就行。还真以为在路上能偶遇人家？我宁可错杀，绝不错过。你把地址给我吧。
找过了，找不到人。地址都不对，人能对吗？那我不管地址对不对，我总得找到他吧。分手总得分个明白吧，说清楚吧啊！啊，现在男的怎么都那么懂，以为分手我就不行了呀？谁怕谁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勇气，特别厉害，贼佩服？佩服你。你干嘛去啊？去报仇。装了，就别装了，想哭就哭一下，哭完就赶紧好起来。我不是因为那个混蛋才想哭的，我就是觉得，你对我挺好的。我的天哪，你在这给我煽情呢？就等到你帮我牵手的一下，你就觉得我对你挺好的？脑子有病吧你！你可以少好了，我可没那闲工夫。小白姐，是不是到了你们那个年纪之后，就再也不会因为感情烦恼？烦恼？烦恼什么呀？人家不让你喜欢的时候就别喜欢。他不接我电话，就那么怕我吗？他可不是怕你，他是怕麻烦。人呢，千万别成为别人的麻烦。早睡觉，北京起来。什么叫北京起来？到点必须吃，到点必须睡呀。为啥？因为到点必须起呀。你知道这儿跟你老家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吃饭、睡觉、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得付出俩字儿。什么？成本。营养 VC， 身体好，每天橙子少不了。今天20个有效电话拜访，抓紧。必须的。哦。哎，王总，那您房子事儿您考虑什么？杨哥，同学会的时间是几点啊？是谁说的人生有三大害怕？婚礼、葬礼、同学会，你不是不来吗？又有时间了，我这不是也想见见大家吗？时间地点我发你。好好好，好嘞。
咱家嫂子也这样，这火坑也心一跳。现在火坑都多精啊，也得有人让我往里跳。我呀，我这么大火坑不跳下来。你这火坑太高了吧？高怎么了？所以我是被迫独立的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怎么样，我那玩完了。谁在江湖飘？我没说我没说。没带孩子，没带孩子，这是我的杯子。来刚好同学们都在啊，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我现在改行卖楼了。但是呢，我运气特别不好，我刚一转行就赶上楼市的寒冬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影响行业的那个人。真的，你们别笑，在北京房子是刚需，都赶上金融产品了。来，名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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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名片，名片，小美，名片，名片，来，杨哥，名片。销售总监，谁活到三十几岁了还不是个总监呢？是不是？哪有那么多理想可？小白，找我，我一定给你们打一个深折。9.8折跟9.5折不是骨折，是深折，知道吗？买房子跟买衣服不一样啊。王姐，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一个对不起。应该陪你走到底，但是我妈那时候的情况，知道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不提了不提了。但是你能去卖楼，我还是挺吃惊的。有什么可吃惊的？啊，生活嘛，生活里面哪有理想啊？理想算个屁啊！生活就是不那么理想。我就来了，没事。好好的吧。这儿不让坐啊！哎，这儿不让坐啊！我的妈！你喝多了吧？这儿五星级酒店不体面啊！去那儿，快点！不体面？我他妈这太体面了，我才会这么惨。我没喝酒，我也这样。你说没错，我坐太往边了，我现在往中间坐一坐。我要往中间坐一下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别动了，别动了！等着，喂喂喂，这儿有个酒蒙子，快点快点！他去叫人了，咱们走吧，咱们就两个人，走走走，快走！你喝多了，小白姐，别喝多，快走啊！没听见他叫人了，不要喝多了，我都听见他叫人了。这总不算五星级酒店门口了吧？嗯，
就那么好喝？不好喝。但是没喝酒之前吧，什么什么都是事儿。只要喝多了以后，什么都不是事儿。你有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吗？就是那种你觉得你们两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分开的。刚才我看见他了，好想跟他好好聊聊天。人长大了以后真没劲。人长大之后不应该看得更开吗？吃饭，不跟我约会，不跟我看电影，不跟我逛街。他说那都是庸俗的小情侣才干的事。我那个和你一模一样，他每天就和我说早安晚安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。然后有天我就跟他说，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？你猜他跟我说什么？我们是异地恋，有啥好说的？情人节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，情人节快乐。你可以跟我说一句情人节快乐，或者你是不是要送个礼物呀？他说都什么年纪了还要过这种节日。我有一天我跟他说我想你了，他就是死活也不回我一个我也想你，回一个我想你那么难。所以男人永远都长不大，不管到哪个年纪都是发信息打电话分手。他连见面的勇气都没有，如果能让我接到他电话，我好歹骂他一顿。骂啥呀？好的好的，那等您来啊，哎，再见。
向您学习啊。不过说老实话，我觉得这工作不适合你，你脸皮薄，还爱端着。冯静静啊，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吗？啥维？降维。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回头我一点点教你。啊，听说你这方有保中药呢，这艾子我挺喜欢的。喜欢着吧。你看这个，送你的。什么呀？这是土耳其之眼，能带来好运。你看着那孔了吗？它吸吸吸吸吸，就把好运都吸给你了。胡说八道，好运都是自己带给自己的。那个，你跟老板说那事儿，我听说了。其实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这么为难。你可别误会，我那是为了我自己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谢谢你。你赶紧去忙吧。哎，爸，怎么了？你妈她不吃药，全不动了。啊，好好，那你让我妈接电话。哎，小姐，妈，你要干嘛呀？不是说好了好好锻炼，好好吃药吗？我上班呢，我下班给你打电话啊，听话。说不动你是吧？啊，你少抽点烟啊。来，吸，吸吸吸吸吸，吸点好运给我，吸。白姐，你知道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吗？说啊。你紧张、冷漠，还特别丧，跟你不熟的人都不敢靠近你。你离我远点呗。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一样，你就是那种外冷但是内热的人。可别知道。姐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啊。不劳而获，富得流油。快上车！哎，大爷，有停车费！别撞了，把你扔下去！把窗户关上，把窗户关上！又是你！站住！站住！要停车费！您请进。我这有20分钟啊！一直打电话催催催的。你这时代最主动的。是不是就你们房产中介了？待会儿别多嘴啊你！这屋子够黑了。您戴着墨镜呢。这个房子的格局特别好，整体橱柜系统什么的都做好了，精装修，基本上呢拎包就可以入住。说实话，你这么热心肠，我倒是真挺感动的。不过，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，你们售楼中心的人现在都是怎么卖楼的？我是个小说家，正在创作一个人物。我还特别想知道的就是，当一个满怀期待的楼盘销售被客户告知不买了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不是，那你什么？我刚才表现的您还满意吗？我再给您补充点细节啊。这个房子呢，商业用电用水贵，还有这客厅其实巨小无比。你看着它大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所有的家具都是定制的。你看那沙发比市面上所有的沙发都小一号，还有这个什么所谓的阳光窗啊，到了夏天巨晒无比。这房子啊，其实挺适合你们这些写字的人，不做饭，只叫外卖，也不怎么洗澡。最大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笔记本电脑吧，
所以商业用水用电影响不了你们，对吧？您不打算要孩子吧？啊？不打算那么早要孩子，肯定不会要的。所以呢，两个卧室也不浪费，一个刚好当书房。这儿有一间大卧室，这卧室呢是真的大，到时候呢您可以买一张大一点的床，想约谁约谁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反正离入户门特别的远，没人听得见。关于这个太阳什么时候出来也不会影响您，你们这些人起得都晚吧。你可以，说的我有点心动。今天这客户也是气死人，来都来了，算了，都不容易，这三句话基本上能解决生活中大部分的不如意。姐，你道理太多了，这日子活着活着不都活成道理了，你活活试试。哎，姐，看夕阳是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们这些文艺青年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？真享受。好久没有在白天看过北京了。北京啊，就像是个坏情人，平常对你特别差，偶尔好一下吧，你还挺感动的。你都想了半天想要离开他，可是他突然就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你还真就离不开他。也想学钢琴，哎，我也是。但是我爸说，哎，我会拉二胡，我教你二胡吧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一首赛马送给你们，送给你们，走你。嗯，干嘛呢？抓你来了啊！等一下，你不听房东的话是吧？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哎，我
可以的。哎，来。哎，我不配喝可乐。来吧，那就在这儿，为我们的青春干杯。为你的吧，我的早就没了。啊，好喝。解决一下，走，哎，快，必须解决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原来你可以跟别人约会啊？哦，嗨，挺尴尬的吧？这是哪位啊？女朋友。严格来说是未婚妻，我们打算结婚。你不是不婚主义者吗？你不是跟我说约会、吃饭、看电影都是那种庸俗的小情侣在干的事儿吗？人是会变的嘛。而且小白，我们两个分手了。我们怎么分手的？你就发了一个微信通知我，你告诉我是为什么了吗？能有为什么？都成年人了。有必要把事说破吗？陈年，你快来看呐！哎，陈年，那这三年的时间里面，我算你什么了？你当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这种事最好别问。都成年人了，只有愿不愿意。OK？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啊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这样对我，让我觉得我自己一文不值。当我对不起你可以吧？但这过程当中，你不也挺开心的吗？你他妈混蛋！你，我是，我一直都是。哎，发蛋！哎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
小白姐，小白姐，干嘛？干嘛？哎呦！别哭了嘛！怎么刚多解气啊？唰一下闪出去，丢死人了，简直！解什么气？解气！为了一个男的，至于吗？来，干嘛去？哎呀，要不在这待一晚上？外面下着雨呢。多好呀！嗯，我干嘛呢？不来，这都扔。扔。没用的东西全扔掉。三个月不碰的东西，扔。两个一样的东西，只留一个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啊啊！这都分了。分了，都属于破烂。来吧，朋友，让我们和你多余的人生说再见吧。再见。你过来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也进这里边，我的人生就彻底清爽了。小白姐，原来你会开玩笑啊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说的多认真啊。啊。晚安。每一句晚安都是我想你，我想你。别在这瞎分析。其实我想你。行吗？再往前一点。好了吗？我的愿望可实现了。我昨天晚上许愿，让我今天能够遇上你。你边儿去吧你！你还许什么愿了？我车坏了，在路上帮我推车去呗。那可不能告诉你。事儿吗？啊？你不觉得我们俩这个特别像那新闻联播吗？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。今天是2019年7月13日。主要内容有什么主要内容？
白树锦的车抛锚了，要坐三分子上班。前面查车的，快趴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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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们逮着麻烦。没想到是我吧，秋女，今天早上刚去签完了字，两个人感情走到尽头了，分开倒也没那么难过，有一种毕业的感觉。一晃我来北京也十年了，突然发现除了衣服和包，好像什么也没留下。所以说，还是房子靠谱。你现在这种情况，算是首套房，挺划算的。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老想起我们那会儿一块创业的日子。虽说那时候都年轻傻乎乎的，但是每天忙忙碌碌的，真好。你不觉得吗？人这一辈子，总还是得有个奔头。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，我就想赚钱。你要是有什么合适的客户，你就介绍给我，然后我就能当我这儿的销售冠军了。小白，你这样真的开心吗？你真觉得这个工作适合你吗？我回去干我的老本行，就一定适合我吗？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我了，我现在认了。不想再拿梦想当什么借口了，我现在就想赚钱，简单、庸俗、快乐。看什么呢？你从哪儿弄的你？我不是扔了吗？这后面好像没写完，你干嘛不写完它？哎，小白姐，这主人公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什么后来？哪有那么多后来？没收了啊！为什么？小白姐，我睡不着。失眠了，我想家了，还有点想我妈。哎呀！我有时候睡不着，我就听这个，就觉得像站在我们老家海边一样。浪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再闭上眼睛，就好像能闻到海风的味道一样，然后人就慢慢平静了。我从小到大吧，天天都看着海，特无聊着。然后我就真离开了吧，我倒怪想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每年回家一趟，我都觉得老家变化特别大，感觉自己像外地人一样。北京也不是家，老家也不是家，就像人被搁在中间了，到哪儿都像个外地人。那你为什么会在北京待这么久？不知道啊。其实在北京待着
真不见得比老家过得舒服。但是在北京待着吧，自己就更像自己。有钱没钱，结不结婚，没人逼你啊。穷点富点吧，反正都有你能去的地方。小白姐，那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？有。什么？纹身。嚯！去故宫看雪。嗯。去长城看枫叶。但是你今天这么一问我，我这么一想，哪件事我也没干呀。所以有些事儿呢，当时不干，可能以后真的就没机会干。所以你一定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千万别下次吧，下次吧，可能就没有下次了。嗯，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。小白姐，你在我心目中可是我的偶像，你得活得特带劲儿才行。啊，演员不是偶像，哪有这样的？闭嘴。越是这种要拆迁的地方，机会越多，所以我才来这儿化妆。跟你学的嘛，我就针对性的使用一下，多一个客户，多一个机会。重要，完先生。哎，是不是吧？停车，停车，停车。姐，那我就不陪你了。别啊！哎，干嘛？我想你，你知道吗？哎哎，姐，人和房子都重要。走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要吗？来来来，哥，这上面是我名片，您到时候随时联系我。你看这房子特便宜，这是我名片，您随时联系我。哪呀？就在附近。啊。不让带人啊！跟你技术好坏有什么关系啊？法律规定的，你那后座只能12岁以下坐，我都超龄了20多岁。确实是，确实是个屁局。哎，你看，这有共享单车，要不然我给你扫一辆，咱俩一块儿骑。我不会。你不会骑车？嗯。连骑车你都不会？怎么啦？我会开车。不是，一会儿找一空地我教你吧。我不学。你不学啊？嗯。你不学，你不学，我走了。走吧，我走了。当你走进这欢乐场，背上所有的梦与想，各色的脸上，各色的妆。唱的还行啊，参加选秀啊。我没那梦想。那你的梦想是啥？那可不能告诉你。上！
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妈，哎呀，不工作了吗？干嘛不回啊？稳住，稳住，灯好了吗？啊，好什么呀？你别松手啊！没松手，没好。灯灯灯，对，就你不能松手啊！起，走走走。哎哎哎！会了，你看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加速。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啥呀？喜欢你啥？我也说出来，喜欢人不需要理由，这不是买房子。你决定买什么样的房子，就是决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跟选人一样啊。哎呀，等你再成熟点就明白了。没有理由的喜欢，就只是喜欢罢了。就像你看见那两颗星星吧，看起来吧离得很近，其实很远。咱俩没戏。我比你大7岁呢。不是，怎么就没戏了？有一句话，谁说的我忘了。就地球啊。几十亿岁了，在他的眼里啊，咱们俩差不多大。谁说的？网上说的。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讲，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，他应该算是我的初恋。结果有一年放寒假之前，他先跟我表白了，我特别高兴。然后当时我们就商量，如果在放假期间想彼此了，就给对方发一个新年好。那时候是真的傻，你知道一个假期我们发了500多个新年好。后来他就来北京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等等我，我肯定会来北京找你的。然后我也就真的来北京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就是不见我，然后我们就分开了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？他说你没发现吗？到后来就只有你在给我发新年好啊。所以新年好啊，我想你啊，对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太难了。其实两个人要在一起很容易，但是也很难。你还是选一个容易点的吧。早点回家啊。新年好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拒绝那个玩具呢？我不是拒绝他，我是拒绝我自己，我怕自己让他失望。我这个人吧，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能力，我要真心喜欢谁，这个人一定会放弃我，真的屡试不爽。总结成一句话呢，我就是喜欢你不喜欢我。我怕你喜欢我，所以我不能喜欢你。那您这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人家？我怎么给他机会啊？我要是像你，20几岁，爱就爱了，不合适分就分了。30几岁就不一样了。那能有什么不一样？30岁，想的就多了呀，也对别人负责任，也对自己负责任。我觉得吧。和一个人在不在一起，最重要的就是你喜不喜欢。你敢不敢把你心里话告诉所有人？我不敢。OK。
我替你说。哎，那个借一下啊。大家注意一下，那个我想谈恋爱，男的比我小七岁，我不管，我非常非常非常想谈恋爱。怎么了？我这眼睛进东西了。好了吗？没有。来，我给你滴下眼药水就好了。不行不行。眼药水为什么不行？我害怕。眼药水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怕它扎我眼睛。它怎么可能扎你？它是水啊！我真害怕，我真害怕。来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睁开眼睛啊！睁不开。你怎么会呢？你这里面有脏东西才睁不开呢。滴完就好了。怎么样？眼药水给你扔那儿了。舒哥，嗯，没想好发不发呢？为什么不发呀？发呗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不能发！发了，哎，你发了你！没发，没发，没发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想和你一起看周六，等你，王先生。啊，你等等，安先生呀！妈呀，你别看项目呀，烦着呢！我本来就烦你，你烦我带回家，你给我收！你要去给你了，给你了。你真没有了？我不要，不干，不去。确定？确定。那你明天陪我去过生日吧。明天你生日啊？送个生日礼物。怎么这好说好说？这个多少钱啊？5块一个。那给我来一个。中药。
小姐，你妈不见了，就出去买个菜吧。什么？你赶紧找人帮忙呀！泰山，找到了吗？小区里都找遍了，没有。你别太着急，阿姨肯定没走远。你什么时候能到啊？我大概可能，还有两个小时吧。找到了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别着急啊，一会儿给你信儿。去遛个弯儿，你自己出去遛什么弯儿？怎么不带我爸呀？多亏了泰山呢，查看了监控，这才找回来。谢谢啊。土匪乱七八糟的。哎，叔叔。啊。这房子弄得不错啊。嗨，这都是小姐在北京累死累活的，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着给我们换一个一楼的大房子。怕他妈呀，怕不了楼梯。爸爸，我很累，我真的很累。说，你妈那鞋啊，是整整齐齐地摆在海边上，人差点就走海里了。这回来的路上，你就跟我嘟囔说，她不想再拖累你了。这以后啊，她身边千万离不开人了，得让你爸看紧点。你妈这状况，但凡出事儿，那可就是大事儿。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活到这个年纪了，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呢，父母就走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还行，只是上有老，还没到下有小的时候。男朋友，不算。吃药吧，听话吃吧。这，你这成心啊？你干什么呀？小景回来了，这看见不着急啊？你真是，你周吧，你就，真能逼出人命，真是。妈这一闹脾气啊，跟小孩似的，谁都惹不起。我吃药，我吃。拿起来，我自己。
爸，我还是回来吧。啊？回来陪着您啊，管着我妈。以前老觉得，只要没看见我妈，她就像没生病一样。现在想想，挺幼稚的。毕竟也没啥好待。出版社，然后他们很快都回我消息了，我觉得咱们几率特别大。你是不是替我整理生活上瘾了？你啊，这不是你的理想吗？你也知道这是我的理想，我自己写成什么样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，我自己不知道啊。我多大了？那种因为理想创造奇迹、改变生活的故事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不相信了。你赶紧管理好你自己，少跟我这儿正能量。你气不喘啊！你今天，你这个人，你就是怕遇到困难。面对你喜欢的人、喜欢的事情，什么都一样。你了解我多少啊？我每天像走在钢丝上面一样，我这十几年，我一天都不敢偷懒。结果呢，有个屁用！我都30多岁了，钱钱没赚到，工作一事无成，生活乱七八糟的。我累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玩了，我现在收拾东西滚回老家去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凉吧。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跨年的吗？跨什么年？一直就没爸爸当朋友，这么明显的事儿你才看出来吗？啊，我就是为了收点房租，你说我天天鼓励你带着你，我怕你拖累我呀。你是不是觉得吃过几次饭、逛过几次街、说过几句啥心里话的就是好朋友？你那么幼稚啊你！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心里话？因为咱俩不熟啊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哎，让，赶紧找地儿搬啊！
你真要离开北京啊？北京，北京，北京啊！北京我是待不下去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这哪有什么我们呀？我们能怎么办？你知道跟我在一起你要面对什么吗？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小孩，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也没想过我能帮你吧？没有，不想耽误你。我其实完全可以跟你回老家，反正我就是一外地人，我到哪儿都一样。可是这些事儿你跟我说过吗？你给过我机会吗，白书记？给不了。我给得了。你不是问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这人特普通，也没什么特长，但是我知道我是谁，我在干嘛。我的梦想不是什么房子啊、车啊、事业，我的梦想就一个，就是你。对不起啊，让你失望了。站起来，咱们一起欢迎小白同学荣归故里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大家听我说，今天晚上最开心的是谁啊？海山！就你画的，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来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一二三，收！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来，喝酒，多喝几杯，多喝几杯。哎呀，真高兴！我接个电话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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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的。
来，啊。喝酒的时候喝酒，您吃药了吗？我妈干嘛呢？嗨，那都是以前呀，你给她发来的短信。你妈说怕忘了，锻炼锻炼脑子，也练练手，都把它抄下来。北京，我一定会留下来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傻死！傻不傻，阿玛？是不是傻死了？小姐，啊，泰山那孩子挺好的，你们俩又是同学，啊？哎，我先把衣服脱了。角落，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。你拿起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开始锻炼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！给你喝点水啊，喝点水，咱们就开始练了，喝不喝？怎么回事？态度这么消极？妈，我爸说您年轻时候就爱唱歌跳舞，现在可流行晚上老太太去跳那个广场舞，他们晚上，嘿。如果你好了，咱们就去跳啊！怎么了？我会北京你。我回北京干嘛？你在我身边，我开心。可我愧疚，愧疚。你啊，你的人生。不能让我脱就让这家困住，我只有身体，我好好锻炼。妈妈懂你，妈妈。
找我。最喜欢你书里写的那些道理，放在你的故事里，直击人心，特别有劲儿。哎呀，写那么多道理也没有用，日子还得自己过嘛。而且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好多东西还是挺幼稚的。可那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啊。那咱们接下来就是顶封面，书好申请同步进行。嗯，咱们随时沟通。好。明年见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好嘞，拜拜。今年的愿望都实现了吗？现在的你是和朋友家人在一起，还是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呢？跨年的时候有什么新的心愿吗？你想怎么跨年呢？师傅不用找了，往下找。都可以发微信跟我们互动。小姐，你看那时候多勇敢，人不能越长大越害怕。你看那时候的短信。2009年3月14日，妈妈，原谅我的不告而别，我得去北京，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。2009年4月17日，您也对我挺好的，您放心。2009年5月7日，我跟您也分开了，但我还是。2009年6月19日，我开始工作了。跟我的同学齐红一起。2009年7月10日，妈妈，我找到新房子了，虽然很小，但我觉得很舒服。6月21日，没事儿，有病了咱们就好好治病。妈妈，我很好。不可能，我也抓你来了啊！等一下，你不听房东的话是吧？北京，我回来了。
遇到很多很多麻烦。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。会谈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的恋爱。你会失去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自己是谁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向前走，我不害怕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在沙发，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偶尔和自己说说话，我一个人也害怕，我把床头摆满了娃娃，我怕我有一天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。我在开了灯的床头下，想问问自己的心啊，是不是当初也不想让别人看自己的笑话。我在拆散自己的谎话，当初不应该说不爱他，如果我们真的有明天，还不过是相爱相杀。我在开灯的床头下，想问问自己的心啊，是不是当初也不想让别人看自己的笑话。我在拆散自己的谎话，当初不应该说不爱他，如果我们真的有明天，还不过是相爱相杀。
我一个人也害怕，我把床头摆满了娃娃，我怕我有一天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。我在开了灯的床头下，想问问自己的心啊，是不是当初也不想让别人看自己的笑话。我在拆散自己的谎话，当初不应该说不爱他，如果我们真的有明天，还不过是相爱相杀。我在开了灯的床头下，想问问自己的心啊，是不是当初也不想让别人看自己的笑话。我在拆散自己的谎话，当初不应该说不爱他，如果我们真的有明天，还不过是相爱相杀。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家，一个人醉倒在沙发，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偶尔和自己说说话，我一个人也害怕，我把床头摆满了娃娃，我怕我有一天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。